我们这座平台空船重量超过18000吨，最大钻井深度1万米，主要用于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作业。 和普通渔船相比，真蓝号的捕捞对象、捕捞方式和加工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。这条船主要用于捕捞生活在南极海域的磷虾，它还兼备一定的科考功能，为南大洋环境监测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治理支撑和技术支持。